彰化縣108年福里化社區基岩型計畫，彰顯活化新社區，温馨幸福半山前成果展，3号下晡在彰顯國中活動中心舉辦。由彰化市中環社區帶領著復興、中路、崙坪、民權甲沿河等等五个協力社區，以聯合服務以及做中學的精神，共同執行基岩計畫，展現出一年的活動成果。在彰化市中環社區的帶領之下，彰化市復興、中路、崙坪、民權甲沿河等等五个協力社區以火車造型進入會場。彰化市中環社區在今年得到衛福部經島外社區選拔島外組島外獎，現在透過經驗傳承、資源整合推動福利社區化。社區理事長表示，中環社區經過3年小基岩計畫了後，今年是頭一年舉行大基岩計畫，在各社區的努力之下，才能有這麼好的成績。那我們旗艦計畫呢，今年是我们的第一年开始，好，那刚刚主持人有讲了，我们是前3年的小旗舰计划，那今年我们是大旗舰计划。好，那今年的大旗舰计划成果里面呢，我想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我们的成果非常的丰硕。我们今年呢，由我们的崙坪社区还有我们的沿河社区成立了我们的照顾关怀据点，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哈，非常感谢大家。那再来呢，就是我们的志工，哇，我们的志工都非常的投入，我们非常感谢我们这六位理事长们哈，真的都非常的用心哈，带领了我们社区的志工团队伙伴们哈，这样子投入我们的旗舰计划。王馆长表示，彰化县推动福里化社区基岩型计划，透过有经验的社区以家阿母带家阿囝的方式，共同发展福里社区化服务。彰化市中環社區，更是一次帶領五个協力社區，大家互相觀摩學習。我看到咱的社區哦，真歡喜，真有動力。那咱的這個旗艦最主要就是講有得到基優的好的社區，透過因的經驗，母雞帶小雞。啊，咱這只母雞哦，較臃腫，別的母雞哦，攏安尼两个社区、三个社区。咱这只母鸡哦，带了5个社区哦，连自己总共有6个社区。那把我们的这几个社区，透过大家一起学习，这段时间有完成了10个指向，为咱的老人、妇幼，一直到我们的这个自己的一个成长哦，很不容易。抱个声，感咱的这个秋香理事长，感咱所有的理事长，都感恩，谢谢姐。彰化縣議會柯副議長表示，希望未來有更多社區加入。中環社區做得很好，服務很多中者、囡仔、關懷弱勢，感謝社區理事長對社區的用心。其實這個社區是非常真正有意義。吼，我總的說，即阮邱相理事長會使講真用心，會使講這3年辦這個吼大旗舰吼社區，會使講足用心在規劃。这社区会使讲对咱吼社区非常好，社区咱所有职工安尼社区到帮忙，会使讲帮助咱社区所有老人、子吼，啊个一寡弱势囡仔啊拢服务，啊个甲社区环境做啊足清洁，讲这社区是真有意义。这个社区哦，领航的五个社区吼、哦，中卷社区，咱理事长吼、哦、张秋香张理事长，甲咱每一个职工拢齐心协力。跟大家同款哦，咱共同营造我们各个社区有一个特色。日后吼、哦，日后我相信，咱每个社区只要咱志工肯付出、肯打拼，一定会吼、哦，和咱每一个社区、每一个社区的特色，会跟中环社区同款哦，营造我一个很好、很有氛围，让社区更加温馨、更加和谐的一个社区。彰化縣政府为了要提升社区发展以及深化社区服务能量，规划办理彰化县竞争型基岩计划，由社区工作并兼家庭以上的职优社区提案，培育2个以上的社区，协助社区为点、线、到面的推动区域型福利工作，将福利社区化精神甲服务延伸到遐个社区，进一步达成福利社区化的在地落实。新彰化新闻，北平林彰化采访报道。